城城彩排生意外，博俊照开 show。神位站在里部，苦痛共内部，悲痛又苦恼，难可如歌共舞。一年九场嘅演唱会，寻晚开锣啦！唉，见到佢咁型英帅靓正咁，企喺个台度，终于松翻一口气啦！有传凌晨彩排嗰阵有吊臂急堕，好彩阿醒当时冇被吊喺只太空蛋度，先冇事咋。佢固定个吊臂嗰个桩啊，就唔够绑，成成就冇事，即系佢唔喺度嘅吓。傍晚拜神嗰阵咧，小美仲话吊臂只系倾啫，太空蛋呢 part 取消咗啦。阿醒旧年开 show 试过急堕台底，又难怪粉丝担心嘅。